柯文哲进入柯文哲党主委高喊良医救国，看似对医生出身的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寄予厚望。周末前进蓝营执政桃园市，柯文哲跑公庙，还被邀请来做这个位置。他变成时代时阵，蓝营都接这个。好，变啊！第届的这总统拢接这个。听到前总统陈水扁名字，柯文哲尽管有些不自在，但既然是总统位，还是坐一下吧。进攻2024，柯文哲再踩蓝营铁票仓巴德区替服务处揭牌。揭牌，谢谢。 不止横踩蓝营地盘，柯文哲也声援抛出政党轮替大联盟不到48小时，就喊咖的前北市议员罗志强。他应该是受到很大的压力了。我想最大的他讲的也没有什么不对的。我到这样了，罗志强本来就是一个很执着的人，就鼓励他加油继续努力。 替蓝营小鸡缓夹，随着声势水涨船高，据了解，柯阵营最新策略就是切割侯友宜跟国民党。一方面跟蓝营参选人保持合作空间，另一方面就是等侯友宜自曝抢攻非绿高龄票，猛打新北，为要案。这个案子拖太久了，标准做法你知道哦，应该是出了事情一定要先雕离心真相嘛。所有的幼稚园学生呢哦，要做什么普筛，这个我一定反对的，这个没有必要了，这个反正造成更多的恐慌。柯文哲要坐稳第二名宝座，不只得稳固基本盘，更要把侯友宜流失的选票统统收进口袋里。三立新闻陈君杰、石明启、廖品君台报道。